喂喂喂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 BB's Radio FM 328频道。嗨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祝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节日快乐！那这期给大家分享一首儿童时候的动画片《哆啦 A 梦》。希望长大后呢，我们也可以玩心不改，童真永在。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，人人如意开心欢笑，跳进美梦寻获美好。爬进奇妙口袋里，你的希望必得到，离奇神话不可思议，心中一想就得到。想少了伴你飞舞，云外看琴谱。多喜爱，谁都知我真喜爱哆啦 A 梦。下期见，爱惜 BB 拒绝催更，See you。